好，各位大家好，我是优的总编辑冠城。各位可以看到，我来到2019年慕尼黑音响展是 Scansonic 跟 Rital 的展间。Rital 这个是新的 TD1.2 以前是 D1.2， 现在是 TD1.2。T 加上去就是多了一个钛金属的涂层。其实去年呢，他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个所谓 TD 的这个系列，但是只有是最大的。各位看到这边这个 TD4.8 这个在这个单体振膜的表面呢，多加了一个钛金属的涂层。好，那现在这个 TD 的系列除了这个最高阶的 4.8， 今天又推出了 1.2 书架，刚刚各位看到了，还有这个是 TD3.8。这个 TD3.8 的这个面板宽度看起来就还蛮吸引人的哈，像那个 4.8 稍微瘦了一点，不过这个 TD3.8 看起来这个比例蛮均衡的。现场是搭配这个全套的 Core 的前后级在推哈，那静态展示的部分呢，当然包含这个 Scansonic， 这是相对平价的这个 Rital， 那这个平价版本呢，台湾代理商也都全系列引进了。如果各位觉得这个 Rital 这个相对是比较高价比较难亲近的产品，那 Scansonic 呢会是这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我们今年台北音响展，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Rital 新的这个 TD 系列的产品。好，像优的总编辑在慕尼黑音响展的报道。